망아 피야, 망아 피. 哦，要认了，要认了，对。释迦牟尼佛。弥勒佛。弥勒佛。来。关公。红点的关公。嘿嘿嘿嘿。好不好念一下你觉得正确的好处？对，好像他飘。读经的好处有哪些？读经的好处。有有有。学习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哎。哦，了解更多圣人仙佛的想法，有在看吗？增加知识，变得更聪明，效法仙人仙佛的品德跟行为。然后第五个是增加大脑的速度，提高思想跟创造能力。对对对，全部都有。对对对，哦，要秀要秀，嗯，赞赞赞。哦哦，我要放下去了。哦，赞赞赞。